今天有请一号作品上场。一号作品是由星海音乐学院舞蹈系选送的一个群舞作品《孔雀部落》，表演者文科、陈思莹等，有请。
谢谢表演，请评委打分。你们好，来自我们星海音乐学院舞蹈系的同学们，其实这几天在舞蹈大赛的舞台上，我们看到了好几个男演员表演的孔雀舞，为了更好地表现孔雀的形象，他们都在身上做了彩绘。要画很长时间吗？要画很长时间，一个人有半个小时。今天早上我们6点钟起来画。早上6点钟就开始化妆了，一直到晚上演出前。那谁第一个爬起来化妆的呢？这是最老实的一个孩子可能。今天也是我们本届舞蹈大赛的最后一场了，之前的比赛都看了吗？看了。什么感受？都特别棒。表演的大家每一个节目都很有新意，也非常的精彩。还有就是我们压力好大。孩子们说，之前他们在自己的学校演出的时候啊，场场都能博得现场的女孩子们的掌声欢呼声，但这一次来参加舞蹈大赛之后一看才发现有差距。现在他们是坐在电视机前给其他的选手鼓掌喝彩，所以他们压力很大。没关系，看到了差距，我们就有了进步的可能。好，哪位来参加我们即兴表演？来，请选题。一号题，汗流浃背的搬运工。我们来听段音乐。好，你是一个人表演还是一起吧？所有的演员一起。我选几位吧。你来选几位？哪几位？选8个演员来，请参加表演的做准备，其余演员退场。好，请准备。请放音乐。几位同学，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综合素质评委张继刚评委的点评。来，典型环境呢是一个工地，典型的人物呢是搬运工，其主要特点是汗流浃背啊，这就是这个命题所告诉我们的基本概念。刚才看到你们一边在表演的时候呢，我们几个人在这里一边在商量说你们在搬什么呢，是吧？是你们是在怎么搬呢？是怎么看到一群人从这个地方往那个地方在挪什么东西，感觉到又我在往你的后背放一个东西，然后呢我身体空了以后又往前走，别人再往我身上放个东西，就是一直在猜想你们在搬什么啊。这个呢没有太想明白，哎，我们也没有太看明白，然后呢感觉到你们汗流浃背这个也不是太明显。重要的是叫搬运工，搬运工的最主要的特点你们一定要表现出来，还有就是汗流浃背，我觉得还能更好。谢谢。好，谢谢点评。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得分。去掉一个最高分，93.75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91.25分。一号作品表演得分91.893分，即兴表演得分0.333分，一号作品前两轮比赛的得分92.226分。